Mai关麦。啊，死得好惨啊。哎，你看呐、啊，连三好，我今天要超级好人了，是不是？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这一场我要来抓人。哎，对，刚刚那个小雨的点点豆豆魔女点名又成功了，又点到小那个小光了。哎呦，直接关灯，老手，在这个地图关灯，有没有？很适合刀人。小雨跟迪叔开灯的。小雨跟迪叔开灯，那应该好，因为他们如果有狼，就可以把另一个刀了，然后走或是演。小雨迪叔偏好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没有想要一直解任务哎、欸，酱油在那边演酱油，我不会信了，我不会信你这个女人了，你都一直在欺骗我的感情，我要迪叔我大哥啊，瞬间有死，小光哥。波波，哎、欸，你们给不给波波玩游戏啊？波波怎么又死了？哎、欸，小雨先说，小雨在哪里看到？我不知道是橘色还是黄色，我看到他砍人的身影了。哦、那是橘色，橘色，橘色。因为迪叔在我们这里，啊、那就是繁星了。我会看到他跳那个跳走，没有刀了，只能是你了。我这边也说一下。我这边跟那个我这边跟迪叔酱油 Lumi 在温室那附近四个人，我们附近人都没有看到尸体、嗯，我也没看到人，我看到尸体躺下来的那一幕，哇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是你是被鲜血染红了你的双眼，繁星你乖，你去跟法官说吧你，但是反过来，那泽平也可能可以。屁呀、啊！因为没有啦，我们四个在那啊。啊，小雨发现尸体发在桌啊。没有你问露米，他一开始有看到我，就是玩那个反应。那是一开始啊。然后、哦、我没有看到你啊。好啦，哎、欸，我认真哦，我认真讲哦。哎呦，我刚刚节目效果，嗯，真的不错。没有，你这才是节目效果。没有，你要想哦，他们四个走在一起，杀、嗯、了两个人。没有，我们四个伤就少。我们真的没有、啊。啊，可能有了两个落单啊！啊，好了、哦、好了，是我啦，嗯、那就是你了，小雨都看到了，你只能反咬小雨了。嗯，没，要不然就是有一个高端，就是小雨是狼。对啊，没有，我还去追他哎、欸。而且小雨第一个关灯是小雨跟迪叔开灯的，他想砍我。砍不到我，我跑掉了。你太慢说了，你太慢说了，太慢了，你太慢了，在一起啊！不行了，没有你讲话讲太多，我来不及讲嘛。你太慢了啦。他先拍桌，他先讲了。我真的没有杀人吗？就是你，反正你投一下你觉得最可疑的人吧。我觉得他会投我、欸，怎么办？他投完了，完了，哇，这个你啊，小妈，顺动杀人都被看到了，关麦关麦。我们等下直接拍桌，把巧克力投掉。只能是泽平啦，我们刚刚那边是四个人，所以要看清楚泽平跟其他人的位置，我就一直盯他就好啦，是不是？这样看一直盯，泽平你是想动我大哥？嗯，迪叔现在是我大哥哦，我觉得他人大好哦。这个是 B3 有又关灯，干嘛？泽平动刀啊？还不来开灯？你哇，他想要去别边，他想要去别边，趁天黑然后去刀人。我忍不了，我要拍桌，我要拍桌。我真的很想拍桌了。他走这里，他走这里，我去看一下哪里啊？你刀了谁？没有？还是刚这里没人？完了，我这样是暴露危险，只剩我一个人在这里。他一定刀人。但他没有看到人可以刀，他太可疑了。关灯，然后在那个角，在那个十字路口，不往开灯的地方走，那怎么可以？对不对？不行，酱油，酱油，酱油，等我，走。我想要解这个，酱油，酱油，等我一下。屁嘞！酱油，为什么是你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坏？怎么可能？为什么？
小雨牌桌，为什么？太过分了！啊哦、怎么都是你发现尸体呀、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看到一块开心鬼鬼哦，红哎、欸、是红色的肉块吧？好像是。对啊，嗯，红色的。然后在那个我刚刚去反应炉那边解完我最后的任务，然后看到酱油走上去跟我汇合，然后我就往下走，酱油也跟我往下走，然后走下来的时候就看到一块肉块在那边。我跟你讲，那就是酱油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。因为我可以保露米跟迪叔，我们刚刚在那边开灯，可是我刚刚往上走，我没有看到尸体啊。我跟你讲，就跟法官说吧。你怎么很气啊？他们是你超气耶！怎么可能？如果他们再套一句刚刚讲过的话，他们又不是闪电侠，怎么可能跑这么快？对啊，因为他们三个都在开灯的话，他们不可能到那边、嗯。然后你走上来没看到这个尸体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，军人？贴着迪叔，我觉得你有点诡异。你是想对迪叔做坏坏的事？然后那个啊，因为繁星死掉了，所以依照这个人数算的话，双人一定是死掉一狼，所以才杀这么少。泽平，那你有什么话说啊？有理智哦，啊不，收一受死。我想说见到你都不要走我的心嘞。好了，杀他了啦，好不好？再见。让你解脱了。再见了，酱油。我要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只要我是狼，你小心给泽平。再见，重杀了，又重杀，爆狼了，爆狼了！这搞不好是你今天的遗言呢。对不起你，繁星。因为他们那边铁三角，那能够发现这个战很烂呢。对不起，第一次还是我杀两个人呢、欸。我玩到现在，我当狼的次数一根手指头死的人。但是酱油第一天整个洗刷超白的，我刚刚也都超相信他，然后他还就是保护着我，跟我一起做任务，然后走到那里，我就还暗示他，我这边要解一下任务，等我一下哦，然后就把我刀了。对，刚刚我直接刚好，因为其他两个人都在这边修灯啊，没办法。嗯，刚好最后的位置没办法，不然你应该太远了。对，你应该就很好了。而且其实我们已经尽量没在抱团，但是修灯没办法。而且没有，因为你知道第一个修第一次灯的时候，泽平你直接走掉，你没有去往那电灯那里走，我就想说泽平太可疑了，哎呦，怎么可能？太诡异喽！对啊，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超相信酱油，然后就被刀了，我好难过，演超久。我第一天我就想说，我不要杀人，我要做好人证明。看吧，你学到教训了吧？太相信他了。我学到教训了，等下第一个就杀你。不是讲杀他，我是说巧克力啊。我每次都信他，我每次都被酱油骗。太相信他了，我跟你讲。等一下，我就第一个杀泽平，对人之中也要杀你。最毒妇人心啊，已经当了两场了，对不对？你还去相信他？嗯，我泽平今天好强哦。我超强，对不对？我超强嘞，侦探。我很强，就是打官吧。你今天就你侦探，只是讲话比较大声而已。哎，你知道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感觉吗？因为他很早就死了。好哎。对啊，因为我之前很早就死了，所以才没有这感觉。练习很久，练习很久。有在练习哦。你是关麦的时候都在偷骂我们？没，怎么可能？今天开麦了，我每天都有记录档，可以去看一下。怎么可能会骂你们？我不小心都关闭游戏，等我一下。来，现在重开这个，这个游戏都关掉。你是不想玩了？别闹了，你快回来啊！没有，他一定很想玩。我已经不想跟泽平玩了，所以我按了关闭游戏。对不起啊，你快回来啊！这样子，你快回来！你过来，你赶快把泽平刀一刀啊！没有，我感谢他今天让我活这么久，你知道吗？不然我以前一场就死了。没有没有，那你要感谢的不是他，你要感谢的是 Bobo。好，谢谢 Bobo。对，现在有 Bobo， 让 Bobo 活下去哦，换你了。没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Bobo 要活下去，就要你死。好人都不是命长的。好了，那我去当，我也去当个美人好了。我又是同样的命好了，我又是。哦，繁星看起来像是好人哦。啊。你根本就是坏人雷达哎！我知道跟你一起走好了。接下来你就是坏人了。你。
是我看繁星的超好笑，我还去追他、欸。我想说他刚砍完，我也可以去看一下他到底是谁。繁星那时候要砍我，我就啊完蛋，然后看到小雨，小雨快点帮我，然后小雨就冲下去抓他，就很可爱。杀人心地还没好，我知道你还没好、啊，所以我要去看一下。啊、那你居然打杀两人，酱油真的超演的、欸、我也可以第一天也不杀人啊，就是一路好人获胜嘛，对。酱油，你刚是不是想杀迪叔？没有，我就其实我根本没看到迪叔在哪，完全没注意到他。你每次都不看人在哪？连锁都看不到人在哪。你知道吗？不是，因为酱油只能杀我，他只杀得到我，但他都不杀我，看到所以对。我真的要感谢他。我那时候是看到他们三个都走一起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早来，我关两次灯，你都不砍人，那就再来喽，再来喽，冷静冷静。再讲啦，酱油。哎呀。啊！来，这一次，我跟小雨哈兹哈兹，这张地图我们要解什么？解这里的任务，可以的。繁星走我就走，这样的时间应该都差不多刚刚好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子人有没有？人大好啊！哎，人怎么这么好？关个灯好了，哎，关个灯，然后假装任务解比较久，这里也再解一下，等残留的人我就可以刀了。等残留的人，哎，波波干嘛啊？波波，现在还是关灯中，现在还是关灯中，开灯了，开灯了，没有刀人的时机点呢。啊，哟，这样反怪我好。你家己讲，你直接冲他哈，哎。你打你共哦，共啥啦？你们看到吗？有人直接跳地道被我看到哦。谁？是谁？谁？你有看到吗？等一下，就是这个，就这个。哪一个啦？你讲啊！你讲话，你会不会讲话？这个人会不会讲话？注意啦！啊？注意哦！我又不在那边。有你跳地道？我没有啊。那小雨要？那不然小雨在哪里？小雨在哪里？他在那个，我们刚刚不是去修电吗？修电之后我往上走，然后往上走之后我就看到那个一半的尸体，然后小雨就跳地道走了。没有啊，那我没有跑去修电灯那边，我在那个左边那个叫什么反应堆那边、啊。电缸是谁修的？我有看到泽平在修，所以你们刚刚都没有看到 UE 吗？因为我下去确认任务上来，发现有惊叹号，我就上去就看到你在排那个排座了。我有看到四块啊，我以为是你，所以也有可能泽平刀啊。泽平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这个人啊，讲话、啊，你怪怪的，你讲话越来越奇怪。你讲话很怪。我先问认真的，所以因为刚刚我们是暗的嘛，所以我们应该没有看到其他人。但是我刚刚有看到繁星他们，刚刚有在修电的，就是举个手。那你这样话很奇怪。你说关灯你看不到其他人，可是你又可以看到其他人。不是因为开灯了之后往上走之后看到那个尸体之后，然后Yuri跳地道走啊。所以可是我没有在那边。我们先反过来，我跟那个 Lumi、Bobo 还有酱油在防护罩那附近。对，防护罩那边。对，刚刚灯关的时候，我们三个黏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四个，三个黏在一起，三个在一起。嗯，对，所以我们应该是铁三角，对啊。那我自己的话，我自己会先相信泽平啦，先投小雨。谢谢，我爱你。但我不想相信泽平。假的。看那个吧，因为总要看迪叔跟繁星那边怎么说吧。你们因为迪叔跟繁星，我刚我要问一下，就是你们刚刚在按的时候，你们有看到小雨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他就一直躲在他那个上面，所以你们看不到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基本上是一定会怀疑我的，因为我刚刚就是往。那你安静，你让他们说，直接。那你先让他们讲吗？没有，就我跟小光是两个一起走去修电嘛，修完之后往下走，然后按 tape 确认一下任务嘛。那看到就把那个发电后面有两个金滩，然后就往上走，就看到你脚下有个尸体啊，啊你就拍了啊。嗯、啊，我不知道他是那个啊，就没看到小雨啊。那迪叔呢？我这一场是在最右边解任务，然后灯关我就马上过去解了，灯是我开的。嗯。所以他们两个这样子有点可怕、欸。对啊，因为我还是我们头被繁星这样讲完之后，我整个就会直接完蛋了。头一我头一拍一，嗯，
啊、投一个拍一个人。那简单啊 ，skip 就好啦、嗯。然后我们再看看他的动向就 OK 啦。啊，所以要投吧？为什么你不敢投一拍一？为什么你要 skip？ 对啊，投一拍一，你说我跟他一起死是不是？对啊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，反正我先死。你得先死。You have to go die die die！ 我、oh、得兄妹陪葬啦，给我过来，小雨。我才不要，你乱咬我。有，他有这个可疑之处。德平，他最后那样太奇怪了啦。嗯。但要怎么样救小雨啊？关灯吗？还是通讯任务？先弄个通讯任务好了。哎、欸，把露米给啊，波波在这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刀人，我一定要刀人啊！钻地道走。哎、欸，啊，有人拍桌，有人拍桌。